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个世界上最便宜的图传，那我们进。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个世界上目前最便宜的一个无线图传。那图传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你影像通常不是用 HDMI 吗？那这样接两个荧幕，一个荧。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下。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个五。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世界上目前最便宜的无线图传。那无线图传到底是在干什么呢？它简单来说就是你平常可能要 HDMI 接进，然后接出才可以看到影像嘛。那无线图传就是把它线剪掉，然后你就可以无线传输。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个发送端，然后有一个接收端。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个无。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个世界上最便宜的无。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我来。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世界上目前应该是最便宜的一个无线图传。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个世界上目前应该是最便宜的无线图传。那。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个世界上目前最便宜、最好入手的一个无线图传。那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无线图传是什么。你正常接讯号，可能就是像 HDMI 线，一个进一个出，对不对？你有一个讯号来源，然后就有一个荧幕输出装置。那无线图传的部分，就是把中间这一条 HDMI 线就直接丢掉，然后我们就可以有发送端跟接收端，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讯号来源，就直接飞到。输出来源，这就是这么神奇。Jesus Christ！Hi, my name is Kai Wan。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个目前上市。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个目前世界上最便宜的无线图传。那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无线图传。那有线的呢，就像是一个电脑嘛，然后你要有个输出装置，可能是你的荧幕嘛。那你如果用无线图传的话，你就可以把这条 HDMI 线丢掉，然后我们电脑就可以直接传送到我们的荧幕，就是无线啦。那我们今天这一个产品叫做 Symbol 的。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产品，它叫做 Symbol TP Mini。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叫做 Symbol 的 TP Mini，它是在今年的 NAB20。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个 Symbol 的。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Symbol 的，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Symbol 的，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Symbol 的 TP Mini，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Symbol 的 TP Mini 这个无线图传，这一个是今年在2024年在，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叫做，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叫做 Symbol 的 TP Mini 无线图传。那这一个产品超新的，这是在今年的 NAB Show 20。那这个产品叫做 Symbol 的 TP Mini，这一个超级新的产品是今年的 NAB Show 才刚发表。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开箱，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Symbol，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Symbol TP Mini。那今天要分享的这一个就是，那这个叫做 Symbol 的 TP Mini，这超新的一个产品，是今年的 NAB 秀才刚发表。然后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开箱，跟大家分享这个到底好不好用呢？那这个叫做 Symbol 的 TP Mini 是今年在 NAB 秀才刚发表的新产品，那我已经拿到了，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叫做 Symbol 的 TP Mini，那这个叫做 Symbol 的 TP Mini 无线图传是今年在 NAB 秀才刚发表的，那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开箱分享一下这个到底好不好用，然后用起来怎么样，然后怎么使用。
那这个叫做 Symbol 的 TP Mini 是今年，那这个叫做 Symbol 的 TP Mini 无线图传是今年在 NAB Show 才刚发表的新产品，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叫做 Symbol 的 TP Mini 无线图传是今年在 NAB Show 才刚发表了，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无线图传。那这个叫做 Symbol 的 TP Mini 无线图传是今年在 NAB Show 才刚发表的新产品。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快速开箱，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如何使用，然后用起来怎么样呢？OK， 这里面有，好啦，里面有一本，好，盒子里面有一本快速指南跟说，好，盒子里面有一本快速指南，好，盒子里面有一本快速指南跟说，好，盒子里面有一本快速指南跟网络说明书。然后有一条 USB Type C， 然后有一条 USB Type A 到 Type C 的充电线。接着就是我们的无线图传本人啊，好，那接着就是我们的无线图传啦，哇塞，这个超，那接着就是我们的无线图传啦，哇塞，这超级鲜艳的红色，然后上面还有龙，因为这是龙年限定特别版本，超帅。好了，盒子里面就这些东西啦。那我们就直接，好，那盒子里面就这些东，好了，那盒子里面就是，好了，那盒子里面就是这些东西啦。那我们就直接来快速装上电池，然后来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这个无线图传产品。好了，那这就是我们的。Jesus。